现场的比赛非常的激烈，越来越紧张。现在在我们水道上进行的是总场次第十二场次机关组，在我们蓝色水道的是平镇地震队，在红色水道的是我们八德地震，八德地震在第一局的比赛暂时领先，没有，我现在起走，好，暂时领先而已，所以我们平镇地震也紧追直上啊，赶快，我们平镇地震队也不甘示弱，这一局看看是不是能够来取得1-1的平手。现在在蓝色水道的是平镇，在红色水道的是八德。好，我们蓝色水道平镇地震队，平镇地震加油！八德八德加油！平镇地震加油！好，现在我们看到正在进行的是八德地震，跟我们平镇地震。好，可以看到两队都是我们机关组，两队都是我们地震，好，我们地震的，好，地震事务所的人员，他们平常呢非常的在为我们乡民来做服务。今天在这100年的龙舟竞赛，他们也不缺席来参加我们现场杯的龙舟竞赛。哎，我们现在看到在红色水道的是八德，蓝色水道的是平镇。好，这两队现在是哪一队暂时领先呢？好，两队都势均力敌啊。可以看到我们蓝色水道好像有，我们平镇地震好像有稍稍领先哦。好，我们蓝色水道平镇地震加油！八德八德加油！平镇加油！平镇地震在我们蓝色水道，蓝色水道加油！八德快啊，八德！好，我们平镇平镇平镇！八德！好，我们平镇蓝色水道平镇。准备要投标了，蓝色水道平镇地震投标。好，我们红色水道八德地震投标。好，在我们总场次第十二场次机关组，我们蓝色水道平镇地震。这一局来领先，所以我们平镇地震及八德地震目前是1-1平手。好，待会我们平镇地震及八德地震还要进行第三局啊，来决胜负。好，红色水道平镇地震进入我们擂台，向我们打理官来进行打理。我们打理官是我们龙潭乡人事室主任刘主任来进行回礼。好，蓝色水道的是平镇地震，蓝色水道平镇地震这一局表现得非常不错，待会我们第三局继续来努力。好，我们蓝色水道平镇地震向我们司令台来进行打理。